Hello，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今天万代在官网上公布了 SHF 龙珠的最新消息，那就是曾在展会上亮相过的特兰克斯 GT。 这款大特全高约12厘米，配件包括了一个主体，左右各三种替换手型，四种表情分别是微笑脸、怒吼脸、咬牙脸以及严肃脸，一对可替换的抱胸手臂，一个可以还原插兜造型的大腿替换件，最后还有一根给 GT 小悟空使用的尾巴配件。根据官网介绍，这款特兰克斯 GT 采用了最新的可动结构设计，夹克部分通过使用软胶零件以及有这个关节的分割，可以方便再现动画中的各种造型。裤子部分呢，也采用了不会干扰到膝关节弯曲的设计，能够摆出更多的动作 pose。另外，这一款呢也是 GT 线产品第一款混限定，官方定价65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316元、344港币、1384台币，将会于2024年的11月发售。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电商的预定情况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资讯了。喜欢龙珠，别忘了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